师主笔哈，咱各位黄店主、红发技师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这法会进行到第五天哦，在这段期间内底，事发甲着咱每一位信众，听讲非常的虔诚，也非常的认真。因为咱这段期间，咱上主又要举办着这个三坛大会。大家也都很忙，那我们的药师法会在这进行的来对贵点来这里，无论是咱的义工菩萨，也是咱伫大殿来这里恭敬拜佛的，伫大庙来这里发心的菩萨，大家都非常的用心，非常的虔诚，我们给自己掌声好吗？你请来我发觉到。咱的威龙法师吼，两位威龙法师吼，哇，很拼命的，你们没有掌声，很认真。因为在咱法轮筹备过程内底，我就看他们法轮进进，就已经开始有在练习。这是大家的一份用心。那今年布置嘛，不同款吼。只要大家。一旦感心、用心、到场的心顺，指日可待。咱报告一个好消息，咱基础三坛大戒，我们的戒指啊，新出家的啊，要来咱倒修改哦，已经有400多位了，已经快450位了。昨天德界和尚打电话看，哎呦，我今年哪有这么多人？我们今年有一真法界啊，有药师海会啊，有弥陀世界啊，诸佛菩萨都来到咱岛啊，新界界就动的嘛，要来咱岛，是不是安尼？我相信一个善念，一个善念的集合，时代就大家用心，在这里呢。那我在经典里面啊，经典里面呢，现出曾经讲过一个公案，讲迄个公案啊，伊讲有两个兄弟啊，是一个拖海人，那么一天到晚呢，拢在掠鱼，掠鱼倒来呢，超市啊拢在打鱼啊，打鱼啊，拢爱臭臭味，拢作臭臭。但有一天呢，伊去出海拖去掠鱼倒来时阵呢。啊，因为暗嘛，伤暗。啊，伤暗的时阵，来要倒伊咧路边的这个路顶内底吼，伤暗，要拣这大所在。但是因这个边头安尼，这真正是鱼啊。啊，伊要拣这大迄个所在呢，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地主，有够大的所在。伊就入去甲看，看，看，看。伊讲啊，歹势啦，咱着出外人。哎，因为拖海掠鱼倒来，啊，心暗啊，找无所在，找无客栈通去住，是毋是啊？大因兜借住一暝啊？咱就知影，咱佛地主拢足慈悲、足善良的，无论是啥物种人，只要伊的能力来，伊有法度，伊当然就接受，就好啊。不过，阮兜还有一个房间啦，恁若无去啊吼，会当借恁住一暝。这两个兄弟啊，当地去看，哎呦，规内底是安香港个，拢典型个香，非常的清洁，环境非常的清洁，非常的干净。那么，伊就安住落来，住落来时呢，暗时两个煞睏袂去啊，伤清气睏袂去，你知道吗？一闻到典型都睏袂去，伊就起来甲主人讲歹势啦，我安尼哦。平这味无啥习惯啦，伊就甲主人拜托讲，阮兜外口的捕猎到的鱼啊吼，草蛇啊就好啊，
啊，规条草蛇你把囥在房间，给我闭起来，汤卡好困。啊，有迄主人就听我讲啊，这清气的环境唔大，伊讲得爱迄臭臭味，迄草蛇把草蛇呀，有臭臭味啊。伊讲啊，起了来内哦，伊讲爱闭迄臭臭味才好困。这主人就听我，心内就是，是众生的习气，众生的无耻。这个习气，当伊为一个不好的环境，要转头到一个清净的环境，需要时间。那么这个时阵，这个、主人非常的聪明，这个、主人带，愿意来给伊从草舍啊起入来。但是要起入要一个条件，我这个、主人家像比如好些条件，啥物条件？只要给我一旦困，啥物条件？简单，伊绝对做得到，伊肯做敢毋肯做？那有啥物条件？讲你只要坐咧吼，房间内底坐下来，好好的念佛，念一千句的佛号，我就让你把这个超生啊给你来。那好啦好啦好啦，反正也是有教导用，反正最主要是伊的用意就是要超生啊，也给你来在鼻迄个臭臭味，通去困得无？主人较有病，我甲超生啊，你要客入来先念佛，主人就传念佛，传两下念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就这样子念佛，念了一千句，那念看唔知影时间啦，就念来说用心念的时阵，过程内底非常用心，就这样子称念佛号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哪念心哪静，哪念心哪静，哎。两块呢？这两个兄弟啊，忘记了那个臭臭味的那个味道。但两块两块这个时阵呢，停落来时阵，这个主人讲：“安尼，干咩个爱，把迄个臭臭味摕入来？”这两个不用了，不用了。主人讲：“为什么不用了？”伊讲：“他发现到，只要你的心。”只要你的心所清净的是清净的，你的念头会对你清净。伊讲，伊就是过去，拢一直跟这臭臭味做伙，已经染上了这种浊气，染上了浊气还不知道，所以好不容易呢，这个因缘啊，具足条件，会当清净到佛地主，而且凭着丁香味，还有佛号。当下就让他怎么样，心平静下来。注意两个人的功德回向了后呢，他这两个兄弟呢，以后就怎么样，再也不抓鱼了。当你两个人心中，这他们念佛的功德怎么那么伟大？两个人上面这么大的功德，一定要了解到，原来一切众生的性命是这么珍贵，不容许我们去伤害他。这两位兄弟就是我们后来的舍利弗，我们后来的目戒点。我们只要是像这两位兄弟的心是清净的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最清净的佛弟子，对不对？真正来的世尊，你看刚刚讲的这个公案，那一个主人就是他呢，过去谁世尊？世尊都不关系，给他们度化掉了。只要你心念观念转，只要让你心起向光明的，你所找得到的就是最清净的。我们在药师法会也记得因缘来的呀，我们就是要以最恭敬、诚恳诚的心。我相信，在咱的用功的因缘当中啊，咱不但会远离掉咱的烦恼障，远离掉咱的病障，也会远离掉咱的垢障。我们的烦恼。会因为我们的用功，烦恼会远离；因为我们的虔诚恭敬，我们的身体会健康；因为我们的慈悲，所以我们的色身会庄严，这是肯定的。好，简单的祝福各位，我们走。
为他抹